这积木是真敢出来呀！这积木，这积木不死了吗？死不了，一级的药可以把点炎给顶了。呀，积木没死。老鳄鱼，来吧，鳄鱼！他居然不出多兰盾，我是没想到的啊！我先划了你一下，沾沾怒气。再划了你一下，死了。这波就咱就别用点炎了啊，用个闪现吧。哎，这小子行啊，先攒攒怒来，运作 A 加 Q 走，再 A， 再 A， 我有半管怒啊，你想好。我这波怒气起来啊，小伙子，嗯，好像不能打，别着急啊，先升个三，我们主要是吓唬他。哎，划了一手呀，这波摁出来个 TAB， 哎呀，我的车，我拿你血祭我的车，小伙子！哎呀，这两段穿没穿到？哎呀，这有点烦了。这怎么回事？假装往前走，其实让他堂堂跳过来，我们走到这边，那没办法，那死吧。来个皮孩吧！我说这小子怎么走位不对了呢？上当了，原来是。你看，我一死就有个人就搁在那菜。你今天要不给我收回来哪菜，小伙子？啊，指定是不行。你赶紧告诉我。刚才这一波怎么样才能不叫菜？你一个鳄鱼在没有意义的情况下啊，没有意没有怒两管血，怎么样才能不叫菜？我应该双杀，你能不能双杀？咱先说一说你能不能双杀，咱也别说什么职业选手了，行不行？你就说你能不能。能个香蕉五香麻辣屁，你还能呢，还在那儿能。净在那瞎白活，还能呢，拿嘴杀呀，踩住。晕住，这怎么还非得要还给我一个人头？那是可以的啊。呀，这怎么有个小兵跑了呢？可不要差那一个小兵升级呀，兄弟。啊，还好，那我们在这赌一手的瑞文，好吧？哎，这个鳄鱼的皮肤感觉打击感好差呀！
再见。红鹿抠回血，回血。哎，双回，记住这一波啊，一定得红鹿抠，不要红鹿 E。红鹿 E 是回不上来血的。2950，先来个铁刺鞭吧。我看着老推荐着鳄鱼让我出星石，我们搞一把星石，好吧？他老推荐我的鳄鱼让我出星石，我到底要看看这星石到底是多厉害。这玩意儿不加冷却缩减，我看看到底有多狠。这技能多慢呢，八秒十三秒十八秒的。技能太慢了，打一个人就撑死了，打两个都打不了。先去插个眼儿去，这瑞文人又没了，我们就在这堵着他啊，这个红怒就堵着他，先晕住 A 一过来 A 再一闪现平 A 接 Q。别急啊，这螳螂也得死。哎呦，这红鹿抠打人有点疼啊。这是技能吸地太慢了。这套出装你要舍弃掉你的减吸地，从而来达到高爆发，知道吧？这边假装找他，其实我们是去打红去了。哎，不管他。这个红怒留着啊，如果这螳螂敢来，我们把这螳螂给他杀了。啊，他去下路了，那算了吧。嗯，跑的挺快呀。刚才是他唯一一波能杀我的机会，他放弃了。啊，他放弃了。那轮到我了，小伙子。别着急啊，直接晕住，点燃一个 Q。 这装备滚血球行，这尤其是打这种脆皮儿，你知道吗？他就跟以前出的那个幽梦黑切似的，先出个幽梦。那也不掉血呀。提亚马特了，九头蛇像这种的。我们现在基本上就是踩住，那就他就是死了。只要能给他晕住，那这个人就已经是死了。有两管怒只能直接秒，没有两管怒的话，一管怒也可以用。这把好像不太好打，17比17，我们8个人头，
我们八个人头，赶紧拆塔。这把越往后拖越不好打，我们这套出装越往后拖越垃圾。这螳螂我都不知道怎么的就杀七个了，他来我上路死了好几波。杀七个了，我是没想到的。你挺皮呀、啊。呀，对不起啊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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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吓死我了。走回家。破败星石。去把峡谷打了，打完峡谷我们上高地。那瑞文已经挂机了，026就挂机了，属实是不行。哎呦啊，我这伤害我操了，我不像人了，我这还没怒呢，刚才给我吧兄弟，就是没有捡息地。鳄鱼确实就是这样的，这英雄。你要想这套出装在团战之中能不能碰到人，你可能都碰不到人，你就死了，你知道吗？你得这样想。哎，峡谷呢？拆吧，这不上高地，这不一波了吗？这没有人回家，一波了。来来，卢先死了，螳螂不回家，一上来 W 柱一过来，一个 Q 开大招，套点盐，赶紧跑。你看，这其实不太行，你知道吧？给我瞎当了，这装备就是太脆了，然后没有捡息地。把皮海给他换了啊，出个什么海这把。这把来个既然我们选择单带，那就来个提亚瓦特，出一个铁板鞋，铁板鞋。死了。嗯，好你个蓝枪，想什么呢？你以为你能死不了？上路高地可没了啊！我们家这人头还劣势，还倒数呢。这螳螂往我脸上飞，确实是行。小伙子，你忘了你在峡谷先锋是怎么死的了是吧？你可能不记得了，我来提醒你一下：平 A W 接一个，平 A 接 Q。好像少了，多了个平 A， 多了个平 A。拆拆拆拆拆拆。
快点把高地拆了，拆完赶紧走啊。呀，好吧，哎，我们去下路。哎，我怎么人跑这儿来了呢？什么时候的事儿呢？我都没看见啊！我怎么人跑这边了呢？哎呀，谢谢冲顶十把破，多少钱呢？还行，450不算多啊，不算太多，可以接受。我们再拆一个下路高地就没了。你以为你是飞哥？没事，我们把下路拆了，应该就没了。他们家瑞文挂机了，这找出装不行，不得不要这么出。或者你出完这个，你要是不出破败的话，你又秒不了人，你就，哎呀，这反正这个出装很尴尬。还是出可血战斧，我觉得比较稳当一点。又有虚区，别人打不死，又不会被封着，又有解析地。三个人肯定是不行，给我挡一下啊！自盲一手啊，兄弟啊！哎呀，小绿人还戳小兵了吧？妈呀，妈呀！家不管了是吧？家不要了是吧？是不要家了？行啊。来个整个蟹手吧，这太脆了。这其实我现在换装备，我觉得我都能无敌。我现在不行，我把装备给换了吧，我把这个给卖了，我回个，我出个这个，但是就有点亏哈。等我们神装再换吧，不行，神装了再换吧。破败可以要，九头蛇可以要，这个不用要，这个没有什么用。给队友勾留一下，你是忘了你是怎么死的了是吧，兄弟啊？还有这蓝枪啊，几回了这？剩一个炉仙，就剩个炉仙了，就剩个炉仙，俺们去拆上路。这回不能说是直接拆基地，直接拆基地那泰坦活了，我可能打不死。先拆上路。我要说这波什么也没拿啊。笨逼还杀我呢，走了。哎，你就非得要勾是吧？算了，溜了，我们不打了啊，不打了，我们不要恋战，溜了。一会儿人复活了，我们死了不合适。
我们停停，你别杀了，我看你就难受，真的，你别杀了，这都高德赖可了，这都。哎，能杀得了吗？嗯，有没有减速？哎呀，这螳螂有意啊，跑得太快了，这都追不上，这魔现在没破败续血都追不上。395、390，其实没有必要追他。可以说我们这波无敌了，一波吧，就剩个卢仙了，这卢仙也翻不了什么天，没关系。卢仙都打不过我们家小黄毛了，看见没？其实对面是有机会的，只不过这瑞文这心态爆炸了，挂筋儿了。给大家来个飞筋抽奖啊，想参与可以参与一下，一个飞筋就能参与我们的抽奖了，非常的简单。然后我们该看会儿视频了。